选项 B， 耳机一戴，谁都不爱，随时随地跳起来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姐妹们，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苦恼？在家里，老公孩子在睡觉，手机公放嫌你吵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想跳舞，实在是不自在。这个时候，你需要他，耳机一戴，谁都不爱，跳起来。最好舞台。忙碌了一天，你和你的小姐妹来到了广场上，想要自由的飞翔，但是这个广场上各有各的浪，烦死了。怎么办？这个时候，你需要他，耳机一戴，谁都不爱，跳起来。二姐努力了，二姐，加油，二姐。这块耳机只要8块8。拼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太拼了，太拼了！他时而忧郁，时而奔放，太精彩了。选项 C， 居家用品买得好，不如盖帘盖得妙。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蕾丝刺绣盖帘大礼包。哎，拥有它，你的世界将焕然一新。饮水机怕脏怎么办？盖起来。电饭煲怕脏怎么办？盖起来。热水壶怕脏怎么办？盖起来。心情不好，老公太吵怎么办？盖起来。只有想不到，没有盖不到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出不去了，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。